接下来我们介绍四号参赛者罗平带来的熊盖帅。有唱完就走了，有种你就直接走出去好了。而且女生的舞者看到她前面跳这样，也特别卖力。对呀、啊，这个灵感是上一次的杨倩时代是这样子坐上宝座哇！而且我以为我们跳舞会嘴巴张开，女舞者张的才大。这很融入在他的情境里面。我们看表演的也是非常享受。对，而且你是整个把女舞者抬起来的哈。对，前面然后抬到后面。对啊。对，而且没有感觉不协调 ，grooving 很好。grooving 很好。谢谢。洪敬阳老师，请。好，今天的罗平呢，真的是 grooving 很好哈。谢谢。整个的歌舞哦，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，真正帅。帅上熊盖帅，帅帅帅，
谢谢老师。今天有几个动作是在你唱完以后那个 pose， 突然有我一闪，哎，好像猫王。你知道猫王其实是唱很多以前是 twist 的这种扭扭，因为他的脸型其实把这个鬓角拉长就是猫王的。哎，对啊，搞不好你下次可以装扮一个猫王的感觉，我可以尝试一下，打扮成猫王唱新书像这样。对啦。那我讲出来，你要认真一点。刚刚千夫在讲，他是罗平党，本来在我们的你也来快一年了吧？对对，刚来的时候是帅哥模特，现在搞笑，专门在搞笑。现在都谐星。不过罗平的表演总是会让人家有一些的惊喜。其实听你唱歌，我不想戴耳机，我就只想看你表演，就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表演的精神，其实就是要吸引大家的目光，自然从头看到尾，哎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。当然，我觉得今天你像猫王，我特别要讲一下健步，健步几个动作很像 Michael Jackson。哇哦！哇，特别是在最后的副歌。好，孤独留给我，不要担心，我怕寂寞那边。你去看那会有几个动作，那种好像咦嘿那种。孤独留给我，不要担心，我怕寂寞。回忆是我最好的朋友。Michael 的感觉，哎，对对对对，真的。健步有一些，比如说在间奏就突然来个 Billie Jean， 穿这样子，帅极了，好不好？谢老师，加油！谢老师，谢老师，林隆轩老师，请。我觉得其实罗平，你跳舞可能跟你的血液里面有印度血统有关系。你跳舞有那种宝莱坞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就有帅气，可有时候又会很诙谐，然后有时候很震惊，突然间又很逗趣。你表现最迷人在这种舞蹈的时候是什么吗？就是看起来有那种贱贱的表情，就你常常会有眼神突然放大，就觉得很想过去舔的那种感觉，然后。可是你唱歌又很震惊，又觉得好可怜，完全没有故意，好认真的一个人哦。就是表演是一个非常可爱，可是唱歌好 rock 好认真，就有那种违和感，你知道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这个黄牌是上礼拜通通取消，可是今天分数都很高呢。对呀、啊，王灿92.2，庄正凯91.6，王健步92.2，接下来罗平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每次的表演，既帅气又有趣的罗平，这首歌曲可以得到几分？70、80、90、91、92！哇，小数点继续跑，1、2、3、4，恭喜得到92.4分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。哇！今天你整个感觉都是非常流畅的，对，连跳舞跟动作跟你的神韵各方面，对，我还特别听了你的歌词，是比以前更进步很多。是，那阿凯也不错啦，哇，等于是高分落败，因为每个人都很厉害啦。对，来，你先挂一张黄牌，好，继续加油好不好？你的努力我们都有看到，对，我们也给阿凯鼓励一下，真的很厉害哈，谢谢，今天真的很棒，大家都很棒。恭喜罗平啊！今天是92.4分，我们从他票箱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得奖的是。恭喜这位幸运的观众得到奖金3000元。也辛苦四位精彩的表演，谢谢，请稍微休息一下。